大家好，欢迎收睇城市论坛，我是苏敬恒。主张香港独立，2016年3月28号成立的香港民族党面临建党近两年半以来最大的危机。保安局局长根据社团条例考虑禁止民族党的运作，以维护国家安全或者是公共安全。今次是回归之后政府首次援引相关的条例，民族党召集人陈浩天可以在下个月7号之前提出申述的。禁止民族黨運作的建議是由警方社團事務主任提出來的，警方向民族黨發出成800頁的文件，就說民族黨有9項的實質行動推動港獨，又說民族黨不排除會使用武力達至目的，禁止民族黨運作有強烈和迫切的需要。你認不認同警方的判斷呢？用社團條例來禁止民族黨運作有沒有法理依據呢？香港的結社自由和其他可能有類似黨綱的黨派會不會受到影響呢？你認為民族黨有沒有實質的行動去推動港獨呢？本港呢還未就涉及國家安全的基本法23條立法的，究竟破壞國家主權和分裂國家的行為這條紅線應該怎樣畫呢？今天的題目就是引麗婷運民族黨國安為由問清楚。我們今天是有四位台上嘉賓，分別是香港民族黨召集人陳浩天，大家好；支聯會主席何俊仁，大家好；香港青年學界反港獨召集人謝曉雄，大家好。謝曉雄都是香港青年發展委員會的成員，還有是港區全國人大代表馬逢國，大家好。馬逢國都是立法會保安事務委員會的成員。我們立即開始今天的討論先。今天陳浩天在現場，立即問一問陳浩天，你對警方的說法是怎樣？你覺得你自己是否有實際行動去推動港獨？其實在警察給我的那份文件裡面，大部分呢，絕大部分呢，都是一般政黨或者一般社團會進行的一些活動，還有是一些我在網絡上或者是論壇或者是電台網台在 Facebook 上面講的東西，大部分絕大部分都是一些言論。如果不是言論的話，就是一些擺街站、派傳單、掛 banner。 我想問大家，如果一些言論就已經是危害國家安全的話，那是不是很多人都要被拘捕，很多社團都要被禁止運作呢？其中我提到的，即或者是警方在這份文件面第七段提到，他說香港民族黨大量講述中國人搶奪香港人的資源，那裡面也都即我之前提到說只有香港人才可以享用香港的資源，或者是我們不需要入口中國有問題的食品，又或者我不認我們是中國人等等等等，這些他們都列為是一些所謂的罪證，是危害國家安全的。那我想問大家，請問我只是說捍衛香港人的利益這一件事都已經是一個罪證的話，合不合理？問一問陳浩天，警方還有說即你提他即引述你一些講法，就說你是不排除用武力達至目的，是不是這樣？我亦都唔會喺呢度太詳細去回應每一條問題啦，因為而家我要回應呢份文件，如果我喺呢度講得太多，會影響到呢件事嘅發展嘅。咁但係我所講嘅嘢，其實全部都喺電台新聞上面公開，我講嗰個嘢，佢引用咗就喺呢一度。但係佢點樣去演繹係佢嘅角度，即係話我去講嘢，我去發表啲言論嘅時候，佢就已經話佢危害國家安全。其實嗰個演繹權係喺佢嗰度。陳浩天就覺得即仍然是在即言論的層面，看看另外幾位的嘉賓怎樣看。馬逢國，我自己這樣看，即是社團條例就是管社團，那這個條例呢講得很清楚的，即如果即社團事務主任合理地相信有社團他們的運作或者繼續運作呢是維護國家安全或者公共安全、公共秩序或者保護他人權利的自由所需要的呢，他就要禁止這個社團的活動的。我想在即這個組織成立的第一天，即他自己號稱的第一天，他已經在他的綱領那裡就講明他第一不承認基本法，他要推動港獨，這個他又覺得自己是一個政黨。大家知道一個政黨成立的目的其實最終就是要執政，目標就是執政，然後呢你就是有一系列的行為去推動你的綱領。一個團體如果他已經有綱領，而這個綱領就是他執行或者以後的他的活動就是執行綱領的話，其實已經是有充分的理由是說明他是做緊他所推動的事，即是所謂港獨。我覺得政府在處理這件事來說，其實已經採取一個非常之審慎的態度，
因為在成立之初呢已經有一些輿論呢認為喂為什麼不立刻就根據這個社團條例去取締、啊、樣但是政府呢都用了或者 是警方用了兩年的時間呢去收集一些他的負責人、啊、或者有關的他的活動、啊、資料、啊、樣最後呢、啊、即是可以這樣說收了大量的資料、啊、即是據說是800頁的文件、啊、去說明為什麼他要採取或者準備要採取這個行動我覺得已經是一個非常審慎的角度如果用嚴謹的角度來看呢根本他成立之初呢已經是有足夠的理據呢是要採取行動的、啊、所以我認為呢這個已經遠遠是超越了言論自由而是已經是有一個很實際是具體的在兩年時間裏面和他成立之初所主張所鼓吹的一套呢是已經是抵觸了那個啊、維護國家安全的一個紅線的可不可以即具體講講你覺得、民族黨做了些什麼令你覺得它是真的實際地威脅緊個國家安全成立所謂的政黨寫了一個政綱說是它行動的綱領、okay. 這個已經是很充分說明這個不是言論自由的範疇 的內容來的了啊、謝曉雄是不是想補充補充一下馬逢國議員剛才所說其實任何政治組織和個人在香港宣傳港獨煽動分裂他的言行本身都已經是嚴重違憲違法身為中國人其實都應該要反港獨作為香港人更加有責任要維護國家的安全堅守一國之本作為香港的青年更加應該要勇敢反港獨守護一國兩制另外第二點香港民族黨公然鼓吹建立香港共和國違反基本法刑事罪行條例和社團條例等該黨未獲得公司註冊處的通過亦都未獲社團條例的註冊通過屬於違法組織該黨有宗旨、有綱領、有組織、有資金、有活動是正在實施分裂國家行為的組織已經遠遠超越這個言論自由的界限第三香港媒體其實已經多次報導過香港民族黨頻繁勾結台獨、藏獨、疆獨分子以及英美政客等推動香港獨立嚴重危害國家安全證據確鑿第四點香港民族黨還滲透到去中小學去發展會員推行所謂的政治啟蒙計劃在大學舉辦港獨的講座嚴重荼毒香港青少年這個已經不是簡單言論自由的問題而是有實實在在的行動今次禁止民族黨運作是特區政府展現了維護國家安全的勇氣和決心打破了任何人包括是青年人企圖通過成立社團去鼓吹港獨的幻想亦都警醒了香港青年人不可以再以身試法今次特區政府依法禁止民族黨運作傳遞了三個很重要的訊息可不可以精簡一點第一個就是顯示依法反對港獨我保持安靜、啊、堅決維護國家安全和領土完整的意志和決心第二點就是向港獨勢力以及外部反華勢力發出嚴重的警告第三就是表明不可以再任由香港長期在國家安全上面是存在這個漏洞的補充是這麼多陳浩天會不會想回應一下即是兩位就覺得甚至乎好大家靜一點先、啊、馬逢國議員就說得很清楚就是他覺得你成立的黨已經是威脅緊、國家安全了首先這個社團條例其實是一個殖民地惡法是英國殖民香港時候留下的惡法本來是要取消但是去到1997年一個臨時立法會在深圳開的香港臨時立法會並未受香港人 授權的一個立法會是大量更改了這個社團條例時至今日聯合國曾經講出說這個社團條例是違反了人權法案人權公約裡面的說到香港政府是可以利用社團條例不公平地違反人權地打壓人民今時今日就發生了這一條這樣的殖民法例在今時今日的香港依然是被香港政府引用證明香港依然是一個殖民地97年之前我們是英國的殖民地97年之後我們是中國的殖民地好啊，陳浩鐵，那你怎樣回應兩位呢兩位覺得你現在做的事已經是直接威脅緊國家安全了即是我聽完外交部的聲明之後我又覺得都沒什麼特別回應啦即是大公報經常見到啦他說如果我去創黨或者是愛港的你怎樣證明我在組織現在我去註冊公司的時候你不讓我註冊我究竟是一個什麼的團體呢究竟是不是實質的一個政黨呢我其實在這份文件裡面引申出很多很多的問題但是我就是想即是我們應該將那個討論去收窄一點啦譬如說現在中國的憲法或者是共產黨的黨綱都講到明現在中國必須在中國共產黨領導底下行這個習近平新時代的社會主義道路
如果我有一個政黨，譬如人哥咁計啦，支聯會或者民主黨係反對呢樣主張，佢哋係一個政黨，係一個組織嘅話，係咪要即刻禁止運作先？因為而家我哋係違反或者係反對咗由中國共產黨帶領嘅習近平新時代社會主義道路喎，呢個仲唔係危害國家安全？啊，何俊仁，哇嚇，燒埋我呢度，不過咁樣，射個波俾你啊！唔介意。嗱，我想講講咧，正話謝曉紅朋友所講嘅言論咧，就唔淨止一個立場嘅宣示啦，你仲舉咗好多嘅事，即係嗰啲所謂。表面睇落係資料或者係表面睇落係事實嘅嘢，而咧依家社團警方個社團註冊官都冇講呢啲嘢喎，仲加多咗料喺度喎，多咗即係羅即係仲係羅織咗好多嘅罪行喺度。咁依家我唔知道嗰啲資料係點嚟啦嚇，又咩勾結藏毒啊、台獨啊等等嘅嘢。警方提供嗰700多頁嘅資料已經詳細列明，上網係可以睇得到嘅，唔用呢條。所以你一定要看清楚咧，佢用緊邊條嘅條例？佢用緊8A 條咧，係講緊淨係講國家呢個領土嘅完整，話呢個安全嚟做呢樣嘢，並沒有講到話咧係聯繫外邊嘅勢力嚟到顛覆，冇講到呢樣嘢，更加冇講到話咧係即係勾結外國勢力，係唔係用呢條嘅？因為兩個條文係唔同嘅。如果正話你講嘅事實咧，就可能已經用咗8B 條嘅啦，已經係咪啊？咁呢個主持可以解釋啦，呢個第一樣嘢。第二樣嘢咧，辯論呢個問題咧係有兩個層次。第一就要先睇一個法理基礎係咩嘢。第二樣嘢咧就要講喺呢個法理之下嗰、那個事實基礎係咩嘢。嗱，如果講到法理基礎嘅時候咧，當然永遠都會有兩套嘅觀點。一套觀點，如果你用大陸嘅觀點落嚟講，鎮壓一切動亂於萌芽狀態，咁落嚟講劉曉波啲。坐監都坐到死為止啦，係咪？講下都唔得。咁但係喺度講，以前一路都唔係咁樣嘅。就算係北洋軍閥嘅時候啊，毛澤東都講湖南獨立啦，啲名人拉佢就係嗰陣時候都係咪啊？咁所以咧，就算係北洋嘅時候咧，都好過依家共產黨。好啦，第二樣嘢，依家如果我哋係講緊香港係一個國際都市，我哋係有人權法，係有國際人權公約，係納入咗我哋嘅。基本法裏邊，我哋就要睇國際標準。國際標準咧就唔能夠純粹以言入罪，純粹以言論咧就唔係一種威脅到安全嘅一種行動。威脅到安全嘅行動咧有兩個因素，都要精簡啦。就有武力嘅威脅。第二個這個威脅係睇得到，係逼近嘅，係即時嘅，係現實嘅。依家對唔住啦，你又得個講字嘅啫，我睇得到嚇，即係佢係講。是吹水，是鼓掌，我們香港是包容到這件事，總之我不同意你都好，我們是包容到這件事的。香港之所以能夠成為香港，人們覺得它是一個國際都市，就是因為我們包容到不同的意見。如果你是有武力的話，拘捕了已經，還用等你了已經，昨天那個某個人制支槍而已，我不知道射不射得了，立刻拘捕了都，是吧？我不知道你有沒有武器，有一定拘捕了你，實不會對你客氣，是吧？但是，所以我覺得香港一句話說完，我們是要用一個符合國際文明社會標準嘅一啲嘅作為我哋嘅基礎。好啊，謝曉紅。我想問一下仁哥，其實咧，我想問一下美國會唔會話佢要保護恐怖主義嘅襲擊，佢要保護佢哋嘅言論自由而去捍衞佢哋嘅權利自由咧？因為本身呢個恐怖主義佢即係你覺得而家民族黨係恐怖？呢個見仁見智啦，呢個見仁見智啦。你覺得咧？你覺得？所以你覺得美國會唔會保護人哋呢一個言論自由咧？咁梗係唔會啦。係咯，你自己都話唔會啦。咁但係點解美國又支持？所以個問題就係，所以問題就係阿謝曉紅係咪覺得民族黨係恐怖分子咁樣？另外我都想問下，即係民族黨問下陳浩天，你係咪有？講過只有香港獨立才可以令到香港是唯一的出路，你是不是有講過話要明目張膽，要明刀明槍搞香港獨立，就要分離，就要離開中國？你承不承認你有講過以上的說話？首先我覺得要幫仁哥，即是你問他那條問題，美國是不是會保護恐怖主義，是不是保護恐怖組織？你答吧，你答吧，你答吧，你答了先吧。他已經是有實際的武力的，是不是？有實際的武力啊，係一個好大嘅區分。點解你會覺得你冇實際的行動呢？我都想了解一下。唔係你而家揾唔揾到我的槍先？喺我手身。係咪因為制槍呢樣嘢先至唔就係因為要有槍，所以就冇？咁你哋界定嘅係咪即係直接嘅威脅或者武力係點樣樣咧？
即係而家已經係武力啦。即係鬧下會冧㗎係嘛？鬧下等於一支高機關槍大炮咁樣嘅。唔係共產黨好脆弱，一講就係倒台。小平都唔係咁講。馬逢國，小平都唔係咁講。依家依個大倒退㗎係咪？即係一個政府咧，佢要保衞佢嘅人民嘅利益，嚇保護佢嘅安全，呢個係佢嘅責任。有一啲情況咧，亦都睇到啊，無數嘅例子就係話喺一啲有意圖犯罪。有組織的、可能，無論是恐怖主義或者是刑事條例或者是其他領域的立法，我想何俊仁作為一個律師很清楚的，就是他有這個意圖、有這個動機、有一個組織的時候呢，如果警方可以採取行動呢，都會採取行動去制止的。這個無論是香港如是、全世界如是，不會說一個人等到他殺了人之後才、要拘捕他的，只要是證明到他有意圖、有咁嘅動機、有去組織咧，其實已經係足夠構成咧一個刑法嘅處理嘅。所以我覺得呢個問題咧就唔可以話佢未有一個暴力嘅行動之前就唔去採取行動嘅。呢、這個如果咁樣做咧係一個唔負責任的。我好簡單回應啊馬逢國議員嗰個講法，冇錯，有啲情況之下咧，議員即係純粹講嘢都有可能會有刑事責任，就係譬如煽動。你即場煽動啲人去暴力圍佢打佢，嚇、啊！譬如依家我希望唔會發生啦，哎圍佢啊呢個人咁樣一齊喐佢嗱，咁就會即刻有問題啦。因為呢個就唔係言，呢、這個唔係淨係言語，這個、呢個咧就係、是、煽動即刻嘅群眾有可能即刻發生嘅。但係如果純粹係理論層次講呢啲乜嘢咧，係冇所謂啊。馬克思都講咗咁多年啦，你見而家拉響馬克思啊，馬克思一早都話要階級革命嘅啦，係嘛？仲組埋個共產黨宣言添啦，人哋都係呢個世界就可以包容得到嘅。所以咧問題就係咧，我哋想要一個咩嘅社會？如果我哋想大陸化嘅社會，跟足大陸嘅標準，咁可能你啱啦。但係對唔住，我諗我哋香港人唔想咁樣嘅。我哋想係一個國際化嘅都市。好，阿謝曉雄。阿仁哥，我想問下，唔通你想我哋嘅香港，我哋嘅下一代就係一個鼓吹香港獨立嘅一個社會，一個咁樣嘅接班人咩？你自己都係反港獨㗎，係嘛？當然唔係。我想問下你係咪支持反港獨？但係咧，我想問下你係咪支持反港獨啊？我誠意邀請你，不如你同我哋一齊係堅決反港獨，做個堂堂正正嘅中國人，呢啲咧三七百萬市民，嗱呢啲咧，呢啲咧，好啊，俾何俊仁回應一下。呢啲咧就已經嚟香港逼人表態啊！逼人表態啊！喂，你係咪咩？你係咪共產黨？我問你，你係咪共產黨員先？你係咪有共青團先？拎出嚟講，你同我講啊，幾時啊？即係我唔係想問你啊。香港係唔應該咁樣嘅。我當然唔贊成港獨，但我唔想香港人活在恐怖之中，明唔明白啊？但係都我白色恐怖捉下要人哋交心，要人哋表態，呢啲就唔係咁樣。我想回應啊何俊仁啱啱嗰個答覆啦。其實咧，我哋睇到我哋而家生活喺嘅香港呢個社會咧。其實政府咧都係相當文明執法嘅，譬如話就住頭先我講，有人認為嚇，即係第一日已經要處置取締呢一個組織，咁但係我哋嘅政府、我哋警方咧，或者係社團註冊嘅官員咧，都係用好審慎嘅態度，經歷咗兩年，搜集咗大量嘅材料，咁去説明，仲話而家係準備去取締啫，仲要聽翻當事人。你有咩嘅辯護嘅理由啊？申辯嘅理由啊？呢個係一個全世界都少有嘅一個文明嘅做法。咁到最後啦，縱使真係進行咗取締啦，當事人或者當時嘅團體仲可以向法院申訴喎。我哋仲係一個法治社會喎，仲要說服到個法官啊。如果你說服到個法官話你唔係行為唔係行動取締係唔啱嘅話咧，你仲可能有得席嘅機會。我相信在警方在採取這一次的行動之前呢，一方面做了大量的搜集的、資料的工作啦，搜集證據的工作啦，也都是已經經過一個很審慎的、法理的推敲和徵詢了法律意見呢，才會採取這個行動的。當然最後我們還是要看香港一個法治社會，如果申訴人說喂我要上訴，我要去採取法律行動去抗辯去維權，我哋就要最後睇香港嘅司法系統嘅法官去點樣裁決。喺呢度，就算我哋再爭議，都敵唔過最後法官嘅裁決嘅。咁所以，我覺得仍然係大家要尊重翻我哋而家個司法系統。好，兩位會唔會有回應？我簡單啲講講啦。當然，依家未有23條，未曾話即刻拉人封艇。不過，依家你利用嗰個社團條例咁樣用法咧，其實係濫用咗公權力。
嚟到剝奪市民一啲好基本嘅一啲政治權利，包括係結社，包括係言論嘅自由，呢啲係唔應該咁樣嘅。你一個政府拿啲權，你真係告人啊！你話我告你，你唔使驚啊，你咪去答辯咯，你請律師咯咁樣，梗係得啦。但如果亂咁去用公權力嚟鉛制，去到控訴，去到搜查，喂，都好唔掂啊！個社會會製成咗一種白色嘅恐怖。所以我點解要翻翻去最基本嘅嘢，就係、是、講個原則，係咪啱嘅先？依家你自己講曬嘅道理出嚟，我唔同意都好，但你講嚟講去都係言論嘅嘢啫嘛，都係講緊都係得個即係一啲即係佢嘅鼓吹。他的想法他的思想好是吗你他做過什麼有暴力的事出來呢好啊陳浩天馬逢國就說到香港是有法治但我會說香港只是有法例並沒有法治這條法例是有問題因為這條法例是英國殖民時期留下來的惡法連聯合國人權事務委員會都說這條法律是有問題我舉一個例子烏克蘭的一個極權政府曾經立法精簡啊陳浩天戴口罩都是犯法這條法例是有問題的不代表人民是錯所以法例有問題的時候你講到怎樣有法治都好怎樣公平都好其實你只有法例並沒有法治好不過我在陳浩天的眼中呢基本法都可以不守的基本法你都要基本法可以修改基本法不是聖經嘛為什麼中國憲法可以修改基本法不可以修改不可以廢除呢最基本的大法的原則的精神你都抗拒的話你當然可以否定所有的條例的我們有幾百條條例點解你淨係話呢一條條例有問題呢因為佢針對到你啊嘛，所以你咪咁佢咪有問題先？有問題就講咯，冇話針對唔針對。喺第一節之前想引申少少個討論，頭先都提到嘅就係、是，例如有啲人會擔心就係結社個自由。如果我哋今次用呢個社團條例係講緊即係維護國家安全嘅話，咁人哋就會諗都會有啲社論會提到就係例如支聯會結束一黨專政，呢、這個會唔會都係危害國家安全咧？咁啊，第時會唔會呢一個會可以引申去好多團體都可以咁樣用咧？嚇，幾位點睇？我睇法咧就係、是，譬如支聯會咁，佢存在於回歸之前，回歸之後21年，無論佢進行任何嘅活動，啊，只要佢係依法去申請，佢所有佢都有搞集會遊行，都冇遭遇過任何嘅困難或者阻撓嘅。呢個就正正説明咗我哋而家係。即係政府嚟講咧，執法部門都係依法去執政執，即係執法嘅。如果佢係喺法例嘅容許嘅框架裏邊去活動咧，我睇唔到有咩問題啊。所以結束一黨專政唔會影響國家安全係咪？呢個係好有趣嘅問題嚟嘅。即係就算即係中央政府或者即係中國共產黨，佢都冇即係接受話對佢一黨專政嘅一個咁嘅位置啊，係嘛？佢一路所推動的就是話一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制嘛啊所以即佢都唔會對號入座嘅一黨專政咁，所以你都冇目標，你係即係去打擊咁，我唔知佢準備打擊邊個啦。好，我哋休息一陣，下一節翻嚟再俾其他幾位嘉賓再發言。歡迎回來第二節誠信談，今天我們講一下呢，是政府計劃引用社團條例去停止民族黨的運作。剛才講到呢，有一些可能香港的社團都會跟民族黨有些類似啦的政綱的，那些團體又怎麼辦呢？看看仁哥何俊仁支聯會主席有什麼看法。今天呢，即似乎很多人就說不用擔心的，這個陳浩天這個民族黨呢，就第一不是很多人支持，那這條劃條紅線只是喐呢個獨立運動嘅啫，啊，咁就第啲人唔使驚噶咁樣。我翻嚟咁睇，我哋應該從一個原則去出發。我哋好多人未必同意啊，陳龍天，我話俾你，我淨係唔同意啲冇得嘢。我相信好多市民都唔同意。但係問題咧，我哋嘅社會就係你唔同意佢都好啦，你係尊重佢有發表意見權利，甚至佢用一啲方法嚟到宣揚佢嘅意見，只要唔係威脅安全好啦。點解我哋都要原則出發咁重要咧？因為如果倘若佢要以呢個例作為打擊嘅對象，嚟到咧將嗰個例、將個權力嚟濫用嘅話咧，將來佢用同一個標準係可以打擊好多團體，包括跟住嚟嘅法輪功啦。法輪功係最危險嘅，其實其中一個支聯會啦，支聯會啦都有可能啦，仲有好多所謂即係爭取自治嘅團體啦，都可能會咁樣。咁所以我哋每個人都要知道咧，就係唔係一個人嘅一個組織嘅事，而係我哋要係要即係維護。一個獨立的一種即係自由的一種體制之下
係符合國際標準，大家可以咧能夠安居樂業，呢個係我哋所重視嘅地方。好，阿謝曉紅。首先，我想提出一點好重要一點咧，就係民族黨唔係普通嘅一個社團或者普通嘅一個政治團體，佢係有幾點咧係實實在在咧係推動緊港獨嘅，包括政府特區政府呢個警務處已經提供咗50項事實證明係分裂國家嘅行為，而佢自己喺創黨嘅時候都已經提出咗六大綱領去鼓吹港獨，包括要建立香港共和國，另外仲有佢係無鼓吹呢個武力去搞港獨，仲要係荼毒青少年。請你提出證據，我點樣鼓吹使用武力呢？是是如果鼓吹使用武力煽動嘅話，我係犯法㗎。青年嗰度係咪招募青年，叫佢哋一齊去？有咩政治啟蒙計劃？你有冇做過？你有冇實？你夠膽做？你唔敢認？你係咪男人大丈夫？係咪所作所為呢？你夠膽做唔敢認？是不是做一個大丈夫的所作所為呢？在荼毒香港的青少年。不要歧視女性先，不要歧視女性，是不是男人大丈夫才值得威水？仁哥，我想問支聯會的全名是什麼？仁哥，我想問支聯會的全名是什麼？不要緊，我們有知青組的，我們招攬很多青年人的，等於你們一樣的。支聯會的全名是香港市民支援愛國民主運動聯合會。仁哥，其實你都是愛國人，你都是愛國人，一個自由的中國，自由民主的中國，多謝你，不是一個帝制的中國，你明白嗎？陳浩天，好了，我又又唔夠膽自認係男子漢大丈夫咁誇張，夠膽做就夠膽認啦。咁但係咧，即係其實呢一沓嘅文件咧，800多頁咧，大家都睇到，我就係你過去嘅所作所為咯，好清晰。即係其實咧，你覺得呢個問題好大殺傷力，哇！講港獨就會死咧，對唔住，我覺得咧，你有冇去台灣？去聯同台獨撞假假嗰啲相，我冇去台灣。我諗冇人阿謝曉雄，我諗冇人質疑即裡面嗰啲文件嘅，即大部分嗰啲內容嘅真確性嘅嚇。我諗我哋唔需要再喺呢度討論啦。嗱，即係我咁講啦，你覺得呢啲係禁忌唔講得，講得就會死嘅咧？對唔住，我覺得咧，我哋香港人追求自由咧，首先思想要自由，唔可以有任何嘅禁忌。我想講，其實判斷一件事最簡單嘅事實就係港獨呢件事啱定係唔啱。你聽我講，你聽我講。如果呢件事本身就係唔啱，我想民眾捍衞啲乜嘢咧？本身呢件事就係唔啱，呢個係第一步，呢個係邏輯嘅問題。你聽我講啦，我陳浩天主張香港獨立 ，OK。滿意未？唔 OK， 絕對唔 OK。呢個係香港嚟，香港就係中國一部分。你已經違反咗基本法第一條，絕對唔 OK。唔好意思。好嗱，唔緊要啊，即係有啲人係大家有唔同嘅意見，唔緊要啊。我而家交俾台下嘅朋友都講講佢哋嘅意見，交俾著童軍制服嘅呢位朋友。多謝各位，多謝嘉賓。我咁啊，為咗保護大家嘅發言權利，我盡量控制喺2分鐘之內啊。今日啱啱同軍活動路過，咁我覺得有機會有義務嚟講一進一步。30秒唔係2分鐘。sorry， 30秒。咁啊，盡市民責任。咁啱啱講到言論自由，言論自由其實今日好可能可以攞嚟討論，其實就係言論自由嘅體現。但係言論自由有邊界嘅？即係比如話，我如果問阿仁哥，你平時你去邊度睇 A V 網站，或者問阿謝曉紅啊，你有冇男朋友？呢啲可能都已經有少少 offensive。但係你而家講呢個言論自由係已經威嚇到公共安全，呢個係第一點。第二點，港獨具唔具備呢個法理基礎啊？點解會影響到公共安全？因為你而家你鼓勵武力港獨，包括之前一月份嘅旺角暴亂，之前立法會嘅縱火事件，其實都係嗰個係本類似，但係呢啲類似思想、類似思想嘅呢個引導下，如果喺呢個港獨思想嘅引導下，可能會行得更激進、更激進，即係嗰啲本文前已經去到呢個程度。如果你港獨，我覺得咁應該取代咗本文前先啦。當然唔係，咁當然我覺得另外一方面就喺教育方面，因為我自己做教育工作啦，咁我覺得就對青少年有一點咧就係未好。多謝你啊，好，我交俾後面戴眼鏡呢位女士。用社團條例禁止民族黨運作，天經地義。任何社團活動都不能危害國家安全。社團條例回歸前後一直存在，絕非反對派口中的惡法。不要顛倒因果，令社會失焦。社團條例針對是群組行為，而非個人議論，目的是阻止危害國家、危害整體社會的行為，必須依法取締危害國家安全、民眾的黨。有冇啲實據具體例子危害社會安全、把分裂國家、禍害香港的陳浩？好，唔該，交俾後面呢位女士。其實咧，講真啦，我哋講咗咁耐，陳浩天嘅所謂危害國家安全啊，咩香港獨立咧，都係流於喺香港同埋咧，即係嗰啲宣傳講嘢啫。而真真正正咧爭取香港獨立的行動咧，係香港政府一眾高官。大家看下中美貿易戰，香港政府不斷去向美國官員乞求呢、這個將香港要剔除響中國以外啊，好，係呢、這個
話香港是獨立關稅區嘛，係好明白，好唔該曬你，好交俾後面呢位男士。係大家好，咁啊舉少少例子啦，我想問下在場殺人係咪犯法啊？殺人犯法，但係講下笑咁，基本上香港有言論自由，講下笑，喂我殺咗你啊，咁都容許嘅。咁但係如果你身邊有朋友日日都話殺人，喺 Facebook po 日日都話殺人嘅話，你驚唔驚啊？驚喎，警察。亦都會去即係你意思係民族黨日日喺 Facebook 嗰度 post 話要殺人，即係比喻啫，即係話我去宣傳，喂港獨港獨港獨，喂對於即係我哋嚟講係一啲危害嚟嘅，即係係嘛？如果作為警方保障市民嘅生命財產，我希望大家引用例子嗰陣要用啲適合嘅例子啊！我交俾後面係維園衝鋒啊！大家好，我係大陸豬。嗱，香港嘅社團條例規定三個人。登記在案的就是主席、師傅和秘書嘛，是不是、這個保安局長李家超呢為了打壓民族黨呢就說一人以上、都是社團，一樓一鳳都是社團，那叫是不是參與社團活動、啊、留意自己的用語、啊、留意自己的用語，交給前面這位男士、公民黨麥子健，其實想引述其實過往社團條例只是用在沙漠會那裡，但依家回歸之後咧，其實香港因為冇案例，所以對社團條例咧嘅國家安全咧，其實非常之含糊，非常之唔清晰嘅。但係今日民族黨俾我哋香港政府用國家安全嚟打壓嚟，用嚟打壓。但係其實呢個喺法律上是一個漏洞，因為國家安全係完全冇一個前人嘅例子、前述嘅例子。所以我希望喺問想問在座嘉賓，你覺得香港政府係咪應該重新去檢討或者修訂？社團條例喺人權法咧重疊嗰部分咧，同埋矛盾嗰部分咧，多謝大家。好，講到國家安全嗰、那個解釋啊，如果引用翻社團條例咧，就係、是、保衞中華人民共和國的領土完整及獨立自主嚇、啊，所以呢個大家都可以探討一下。我交俾係論壇自由。我係香港論壇自由，國與國法，家有家規。陳浩天，你真係陳哥民主黨，你嗰個宗旨綱領乜嘢都有。仲有人捧場到台灣學嘢，阿何俊麟先生，你都係捧場嘅之一噃。好，唔該，交俾大武呢位女士。民族黨向80間中學提供港獨標語，透過傳媒、電台訪問、互聯網鼓吹獨立。獨立擺街站搞集會，好清楚睇到係港獨嘅組織。政府果斷執行禁止香港民族黨運作，大快人心。港獨係違反國家憲法、基本法為刑事罪行條例及國家安全、領土完整，損害一國兩制，禁止民族黨運作係完全合法、合理、合情。好，唔該，交俾係伍迪希。今日有些人很狡猾地搞亂了呢個民族黨和個人。而家政府咧係要禁制民族黨的運作，不是講緊陳浩天自己個人嘅講嘅嘢。陳浩天可以自己繼續講嘢㗎，冇人阻止佢嘅。而家喺香港嚟講咧，我覺得講呢個港獨咧，佢明顯咧係即係損害咗香港中國嘅領土完整。咁喺香港嚟講咧，係一個好特別嘅東西方嘅要塞，係唔能夠攞其他嘅 case 嚟講。好似新加坡，佢話獨立，但實際上佢嘅軍隊、居家兵都係英國人管㗎。係嘛？總統府都係英國人守，即係個人柄守㗎。所以新加坡有呢個 internal security 可以自聽一個人兩年，唔需要俾理由㗎。我希望大家集中討論翻香港。所以喺即係講香港呢個問題咧，要有一個特別嘅即係角度去睇嘅。我覺得何俊仁應該咁樣講先啱。好，唔該，交俾後面黑色衫呢位年輕人。我覺得咧，其實話你話暴力咧，佢而家未鼓吹咧，但係你話滲透一個政府部門組織嘅話咧，其實依個其實係咪一個行動咧？因為其實我哋唔知佢有冇咩地下黨員嘅，或者可能有一日。或支聯會或者民主黨有人話滲透咗啲人入去，咁點咧？係咪唔需要處理咧？我想問下何俊仁先生，其實如果有人真係滲透咗啦，即係話有人滲透咗民主黨支聯會，你會點樣處理？咁啊，睇下係咪真係有滲透啦？咁樣交俾係後面呢位女士。香港民族黨把建立獨立嘅香港共和國寫入黨綱，係觸犯咗社團條例嘅第8思想指導行為。保安局長發出禁止佢運作嘅命令，係依法執行，係保障國家安全。陳浩天跑到台灣參加台獨集會，係配合周邊分裂勢力圍堵中國赤果果咁，威脅主權完整，危害國家安全。政府依法取締港獨社。好，唔該，大家要留意翻，我都。
不能夠不用打嘅時間重複一次啊！今次即係保安局即係收到警方嗰個建議咧，係只係引用八一括 A 啊，即係社團事務主任合理地相信禁止任何社團或者佢嘅分支機構運作或者繼續運作係維護國家安全或者公共安全、公共秩序或者保護他人嘅權利和自由所需要者，冇引用到 B 啊 ，B 咧就係話嗰個社團咧係同外國政治性組織或者台灣政治性組織有聯繫，希望大家要留意翻，今次就係引用咗八一括 A 啫，冇引用 B 嘅，休息陣先。歡迎翻嚟，最後一次誠信談。今日咧，我哋講講咧係政府計劃引用社團條例咧去停止民族黨嘅運作，交俾孝德新動力。自身首先我表明我自己立場先，我並不支持港獨嘅。咁今次警方取締咗民族黨咧，其實我係認同嘅。咁但係佢今次其實做得好差嘅，因為其實你見到有搞台獨嘅民進黨，佢唔一齊取締。是不是陳浩天香港先取締民進黨沒槍沒炮他又不理香港不是台灣民進黨會不會有些地下組織來了香港搞台獨呢他有槍有炮你又怕是不是這樣呢即我想問香港政府是不是應該一視同仁無論有槍有炮你又不怕沒槍沒炮你又不怕好麻煩交給藍色帽這位先生我要三個問題呢第一個問題呢我想問戴眼鏡那位、啊你是不是我們五位都戴眼鏡這裡各位我指著各位這位各位、okay. 我不知道姓什麼喂你沒有飯盒的說錯我的名字你是不是言論自由是不是從心裡面發起的呢是不是從心裡面發起呢應該是你的腦你的身是這樣的想法一定會呼籲行動是不是好每個人都是這樣第二個問題我想問好精簡、啊、各位何生你不表態是不是代表不贊成基本法呢好麻煩你是是好交給黃色衫這位女士不過時間有限我剛才講了了不好意思是大家好早前中央已經指出發表言論自由的權力並非是絕對的需受保障國家安全的法律所限民族黨校園播毒慫恿抗爭港民以明刀明槍這樣去搞港獨是要建立獨立的香港共和國其實已經超出了言論範圍的自由我覺得政府剷除佢係啱嘅，同埋香港絕對唔可以容忍啲組織煽動學生參與呢個暴力對抗中央，係絕對唔容忍嘅。好，唔該，交俾黑色衫呢位年輕人。其實社團條例嘅釋入邊係有關於國家安全入邊係有講到領土完整同埋獨立自主呢兩個定義嘅。究竟呢兩個定義究竟係解釋乜嘢咧？冇人知道。咁亦都相信唔係台上兩位去解釋啦。咁另外喺公共安全嘅定義，其實係 under 呢個公民及政治權利國際公約嘅，並唔係由政府或者社團嗰、那個主任咧去自行定義嘅，係有受到限制嘅。同埋啊，港獨思潮嘅興起咧，其實唔係阿文陳浩天或者民族黨一個人可以搞得掂嘅，而係因為政府同埋共產黨嘅言行而激發咧我哋年輕人對中國嘅不滿，所以先有噶嘛。最後謝曉紅嬸嬸，你不代表我哋香港年輕人。好，留意你嘅用語啊。好，我交俾後面大寶呢位先生。從港英時代、殖民地時代開始到而家特區政府，從來都係有言論自由、民主自由、有表達個自由嘅結社個自由。只係問題咧，結社言論咧係有一個底線、有一個紅線嘅。尤其佢而家呢個言論咧，已經超出呢個紅線，已經直接破壞國家。佢講到明啦，話會消滅國家。咁佢哋自己講到明啦，啊！咁樣各有各法家規，每一個國家嘅定義唔同，唔係等到你要行動，等一個人要強姦，係咪要除曬人衫褲先叫做強姦咧？好，我希望大家唔好隱喻失義啊！我交俾後大寶呢位先生。啊！香港政府首次引用社團條例禁制香港民族黨嘅運作，呢個係壓制港獨、落實基本法第一條嘅有力措施。陳浩天話。民族黨沒有註冊，事實是這樣的。民族黨在英國三年前已經註冊了香港的社團條例。香港社團條例第四條。你說民族黨三年前在英國註冊了？是啊，你查資料啊，是我學者說的。那呢就香港社團條例第四條說清楚，就是說社團的幹事只要他在香港居住，咁呢個社團咧就會視作係喺香港成立，所以話好唔該啊，交俾呢位女士。各位你好，
我是鸠团世仪啊，鸠团咧系唔支持港独嘅，支持年青人咧捍卫言论自由、集会结社自由嘅，捍卫一国两制、基本法赋予俾香港人的条例嘅。年青人系用把口讲港独啫，冇实际行动噶，讲就咁样都惊啊！呢个邪恶政权豆腐渣嚟噶，讲就话惊佢倒台啊！真系，阿林郑话会要大家要宽容大家噶嘛，大家都话要对大家都好噶嘛，点解啲人啊就觉得讲下啫咩？啲年青人用把口讲港独啫嘛。好，冇真正做，咁都驚啊！呢個邪惡政權，快啲倒台啦！唔該，交俾綠色衫領先生。你話要睇呢件事咧，由國際嘅眼光去睇咧，我覺得係好好嘅。阿何生，即係咁樣咧，你睇下美國最近咧高等法院咧 DQ 咗嗰個三藩市，話搞一個公投同埋獨立呢樣嘢咧，可唔可以集中講下香港得唔得？咁呢個亦都反映咗香港，香港係一個國際嘅都市。咁我哋用翻個 level 去睇翻呢件事。咁我覺得咧，仲有一樣嘢咧，就唔好學吳三桂引軍入關。你如果你咁搞咧，嗰啲解放軍咧就好似其他另一個埠咁，四點零鐘出嚟操噶啦。好，唔該曬，我交俾後面單嘅。再唔該俾個嘉賓。當年民建聯點解去探訪呢、這個呢、這個民進黨？而家民進兩次執政，有冇將中華民國變咗台灣共和國？冇啊嘛。言論自由香港重要嘅基石。今日剔除民進黨，下日阿仁哥你準備去回應啊？就我哋明唔明啊？我哋唔驚噶，繼續撐，冇我哋一定要堅持我哋嘅自由民主，唔係香港冇人完噶啦。好，唔該。台上嘉賓會唔會想回應一下？台下時間有限。馬鳳國，我想回應一下咧。事實上咧，即係而家咧喺社會上邊咧，有一啲人咧就係就住呢個問題咧，就好喜歡將自己啲隱藏咗喺一啲唔係好確立到嘅原則嗰度，其中一個咧就係隱藏咗喺所謂人權。咁但係咧，我呢度想講一講咧，就算係國際人權公約對呢個國家安全呢樣嘢咧，其實都係冇覆蓋嘅。呢個係第一點。咁另外一個咧就係話，我哋而家另外一個就係好常隱藏嘅，就話我哋對國家安全嘅概念唔清晰。咁喺呢度咧，我想講一講，譬如話我哋基本法23條嘅講咩嘅咧？就是要求特區政府自行立法去禁止叛國、分裂國家、煽動叛亂、顛覆中央人民政府和竊取國家機密。當然還有禁止這個政治團體和外國政治團體的聯繫啦。其實那個定義呢都不可以說不清晰的。而另外一個牽涉到國家安全呢，就是我們國家已經在2015年7月1日實施了新的國家安全條例，咁裏邊對國家安全嘅定義、規範嘅內容係講得好清楚嘅，係有11個範疇係講咗各方面嘅安全嘅。只不過就話香港人咧唔係咁關心呢樣嘢，所以唔理解唔清晰。好，當然特區如果要訂立23條嘅時候，佢都需要咧係參照或者參考，即係國家最新嘅安全立法。當然咧，亦都要睇翻23條，好當時係點樣寫嘅。好，唔該，馬鳳國啊，馬鳳國提出23條立法呢個問題，幾位點睇咧啊？鄭曉紅，我想講下，有人話警方用呢個社團條例係剝削言論自由同埋結社自由咧，係以言入罪啦。但係民族黨做咗咁多證據確鑿嘅行動，如果咁都冇話冇實際行動去支持港獨，唔通真係要佢成功實踐港獨先至叫破壞國家安全咩？呢個第一點。另外，其實言論自由係有底線有限制嘅。特區終審法院喺1999年嘅一宗侮辱國旗同埋區旗案已經判詞入邊都清楚寫明，發表自由的權利並非絕對，其中是需要受到保障國家安全和公共秩序的法律所限。另外第三點就是以言論自由去包裝港獨，是轉移視線誤導市民，要直斥其非。很簡單的邏輯，首先第一件事判斷它是對還是錯，如果打劫是錯的話，你會不會說去維護一個賊人打劫的權利？是不會的嘛，這個是3歲小朋友都知道的邏輯。但是很多即對與錯都是不是那麼絕對，即例如同性戀這些都這些議題。我覺得年輕人應該要即思考一下怎樣貢獻社會而不是破壞社會。何俊仁，其實呢即今天最大的爭論點就是我們用什麼標準去看我們的社會應該享有什麼的權利，享有什麼自由。香港之所以受到即係我哋大家好多人珍惜佢嘅地位，就是、因為我哋有自由，係咪啊？好啦，依家正話提出一點，馬鳳國提出一點咧，已經白龍點睛啊！佢同我哋講就中國國家安全法，大家我哋冇認識佢，你唔咩喎？喂，
呢、這個都冇引入呢附件三，都唔係香港法律。你想我哋大陸化跟大陸嘅法律，呢、這個就正正就係思維上高最大嘅錯誤啊嘛。馬逢國意思，即係完全係唔同嘅。嗱，呢個又係一個錯誤嘅引述。嗱，你我講埋先。錯誤嘅引述。其實我哋用嘅就係國際人權嗰個兩個公約以及人權法呢啲嘢，其實喺普通法裏邊係好多判例嘅，係可以用嘅。依家就係我哋應該用嘅標準啊嘛。所以我覺得國家安全法佢喺大陸裏邊用佢嘅問題，但係呢個唔喺附件三列出嘅話咧。我哋點解要用佢嘅概念啊？好，但係大家會唔會尤其兩位啦嚇，如果廿三條立法會唔會令到呢個國家安全更加清晰咧嚇？陳浩天，其實而家唔需要為二十三條立法咧，因為而家已經有唔同嘅條例，即係譬如咗社團條例，已經係做到二十三條嘅效果，就係覺得基於國家安全嘅理由，基於國家安全理由，佢已經可以禁止你組黨，然後而家又禁止你參選，即係話我唔信你真心真誠。而家可以話二十三條係已經拆件成功喺香港上市啊，係運作緊，非常之好。我會話呢件事對於香港嚟講影響非常非常之大，唔單止係講話政黨結社自由，而係成個社會究竟係咪一個公平、公正、平等嘅地方咧？香港最重要一樣嘢就係平等。當大家努力嘅時候，你有付出嘅時候有回報。但係如果將來一個我哋香港嗰啲公司或者外國嗰啲公司同中國國企有一個競爭關係嘅時候，會唔會話我覺得你而家危害緊我中國嘅利益，危害我哋國家安全？我唔俾你註冊公司咧，我禁止你運作咧。而家喺美國同中國即將展開大戰，而家貿易戰已經打緊，香港能唔能夠保持一個公正一個國際地位咧？好，所以就係關於即係國家安全嘅定義問題啦。咁頭先馬逢國其實提出即係。香港如果自己立法，是否可以清晰啲去傾咧？咁樣，不過時間有限啦，唔好意思，我哋今日未必可以傾到呢個話題。我哋呢一季嘅城市論壇就完啦，最後一集九月翻嚟再見，拜拜。